第三百五十一章，又是熟悉的打屁股模式，该我了。楚星喝了一口瘦奶，小小的身体一闪，便出现在了那龙舟天骄的身后，抬起雪白的小手，狠狠的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屁股上。只听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那龙舟天骄如同流星般飞了出去，隐约间，似乎还能听到他那凄厉的惨叫声。轰隆一声，将一座模拟出来的巨大山峰给直接砸碎。 该死的熊孩子，我跟你拼了！片刻后，一道身影从那废墟之中腾空而起，悬空而立。此刻的他，披头散发，双眼血红，脸上还有一缕缕血色纹浮现。咦，又是这样的丑八怪！楚心看着那龙舟天骄脸上的血色纹路，圆溜溜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嫌弃。刚想喝口少奶，又停了下来，将奶瓶收回须弥界中。 都农道：“算了，这丑八怪看着就恶心，让我受奶都喝不下去了。还是先把他屁股打烂再说。”说罢，他小小的身体一晃，再次出现在了那龙舟天骄身后。好快！刚完成血魔变的龙舟天骄，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和这熊孩子较量的资本，没想到竟然还是跟不上他的速度。等他反应过来时，那只雪白的小手已经落在了他的屁股上，啪！ 无比清脆的响声传出，他整个人如遭雷击，随后再次向前飞了出去，又撞碎了一座模拟出来的山峰，溅起漫天的碎石和灰尘。啊！熊孩子，我要杀了你！那龙舟天骄怒吼着从废墟中飞身而起，状若疯狂。堂堂龙舟天骄，半步武帝的存在，竟然被一个看上去不到五岁的熊孩子当众打了两次屁股，如此奇耻大辱，如何能忍？ 我可不想杀你，楚心嘟哝道：“爹爹说我们太小，不能杀人，不然会做噩梦。”说完，他身体一闪，又一次出现在那龙舟天骄身后，啪地一声，再一次打在他的屁股上，将他扇飞。还是打屁股好，不会做噩梦。楚心嘻嘻一笑，不等那龙舟天骄落地，已经再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又是一巴掌扇在他的屁股上，将他扇飞出去。 演武场外观战的众人，全都目瞪口呆。那可是半步武帝啊！之前连赢中州九大天骄，打的中州所有天骄都抬不起头来。没想到，如今在那看上去还不超过五岁的小奶娃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关键是，这小奶娃每次都专门打那龙州天骄的屁股，那一声声清脆的巴掌声，就连他们都感到屁股隐隐作痛。耻辱，奇耻大辱啊！ 龙舟众天骄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除非龙羽盛开口，否则他们谁都没有资格认输。就连你太空间内的当事人也不行，毕竟只要输一场，他们逼迫女帝退位的计划就落空了。龙少天眼皮直跳，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屁股，随后又反应过来这个动作实在是不雅，连忙将手收了回来，喃喃低语道：“熊孩子。” 先让你嚣张一下，待会儿我定会把你屁股打烂，让你尝尝被人当众打烂屁股的滋味。太好了，爱吃肉太厉害了！叶红雪和龙雨飞都兴奋不已。只要赢一场，龙雨胜逼迫陛下退位的计划就落空了。楚尘喝了口兽奶，摆了摆肉乎乎的小手，奶声奶气的说道：“这个丑八怪不厉害，我也能打赢。嗯，爱烤肉也很厉害。”叶红雪转头看了楚晨一眼。 笑着说道：“那是，我可是我们村里第三厉害的。”楚晨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小脑袋。叶红雪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这小家伙是一点也不知道谦虚啊。龙雨柔神色依旧平静，心里却大大的松了口气。看来为了让这熊孩子帮忙，之前在熊孩子那受的那点气还是值得的。陛下，就在这时，龙卫统领忽然走来，在他耳边低声轻语：“陛下。” 紧急战报，云州和火州同时发动叛乱。虽然我们及时派出了大军镇压，可没有巅峰武帝坐镇，加上他们又有那诡异的邪魁大军，我军节节败退。两州联军已经踏上中州边境了。龙羽柔心里一惊，转头看向了左下手专心看着比试的龙羽胜或许是感应到龙羽柔的注视，龙羽胜转头看了过来，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龙羽柔眉头微皱。 他知道这什么天骄比试，逼迫自己退位，不过是个幌子罢了。自以为是龙与胜想要给那些穿越幻神山脉的龙州修士争取时间，却没想到这龙与胜真正的目的，竟是将帝国的巅峰武帝拖在帝都，好给两州叛军争取更多的时间。当然，如果中州真的连输十场，龙与胜肯定也会逼迫他退位。龙与胜带来的那三名半步武神，实在是威胁太大了。 让他不得不调集帝国的巅峰武帝前来，以防万一。而这却正中龙羽胜的下怀。中州大军没有巅峰武帝坐镇，根本不可能挡住两州叛军的进攻。龙羽胜突然开口道：“陛下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可要我龙州帮忙？我龙州百万大军早已摩拳擦掌，等待多时。不管怎样，我们都是龙氏一族。我们争皇位算是家族争斗，绝不容许外人插手。” 陛下，你说是吧？龙羽柔心里一跳，莫非龙舟也已经派出了大军攻打中州，通过天骄比试逼迫自己退位，和直接造反性质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管龙舟这一次有没有造反，都必须要加强防备。一些小问题罢了。龙羽柔语气淡然的说道，随后对老妪低声说道：“传朕旨意，加强对龙舟的防备，尤其是幻神山脉，多加派人手。” 另外，你安排三个巅峰五帝率领帝都天牢，以及中州所有牢房里的罪犯，前往边境，用这些罪犯组建炮灰军团，去抵挡那些邪魁。是，陛下。老妪转身离去。龙雨柔再次看了龙羽盛一眼，随后便转头看向了演武场的拟态空间，淡淡的说道：“你若再不认输，你们龙州的那个天骄，怕是要成为第一个被打屁股打死的天骄了。” 龙羽胜转头一看，只见龙舟那名天骄在空中如同沙袋一般飞来飞去，而那中州天骄不断在空中闪烁，每一次都刚好出现在那龙舟天骄身后，狠狠的一巴掌扇在那龙舟天骄的屁股上。他眉头微微一皱，但并未有太多的表情变化，淡淡的说道：“这场比试，现在才正式开始呢。第章”第三百五十二章血魔变，怎么又是这个丑八怪？ 现在才正式开始，什么意思？啊？龙羽柔和龙雨飞等人心里微微一跳，莫非那龙舟天骄还有后手？原本脸上已经露出笑容的中州众人，心里同时一紧，再次变得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拟态空间中的战况。这是赌约的最后一场比试，如果中州输了，按照约定，女帝便要退位。这场比试，绝不能输啊！龙舟众天骄。 也同样注视着战况，这最后一场比试若是输了，逼迫女帝退位的计划就泡汤了。当然，两周天骄大比的真正目的，只有龙羽胜和龙少天父子知道。可若是这场比试输了，他们就没办法通过逼迫女帝退位，来试探帝国是否有新的守护神了。所以，这场比试对于他们而言，同样也不能输。与此同时，你太空间内，楚心琢磨着。 那家伙的屁股应该被打烂了，也停了下来。小手一挥，一个小小的玉瓶从须弥界中飞出，倒出一股洗碗水，清洗住小手。虽然每次打别人屁股，他都会用神纹之力包裹双手，绝不会沾染一点不干净的东西，可毕竟是打别人屁股，不洗一下心里不舒服。这洗碗水可以洗净天下鱼会，用来洗手再合适不过了。洗完之后。 楚心还将小手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确认没有异味之后，这才收起玉瓶，拿出一块烤肉和奶瓶，吃一口烤肉，喝一口兽奶。这熊孩子竟然在比试中吃烤肉，喝兽奶，太侮辱人了！哼，这熊孩子实在是太猖狂了，待会儿有你哭的！龙舟众天骄愤怒不已，这小奶娃太可爱了。当然了，同一个动作，落在不同人的眼里。 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龙州众天骄觉得受到了熊孩子的羞辱，可在中州众人看来，那就是呆萌可爱。可龙州州主已经说了，比试现在才正式开始，那龙州天骄怕是还有后手啊。那小奶娃可千万不要大意啊，否则这场比试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啊。也有中州之人感到有些担忧，毕竟那小奶娃实在是太小了，实力虽然强，可心计不深。 很容易阴沟里翻船啊！嗡，在万众瞩目之下，那名趴在地上的龙舟天骄身上忽然闪烁着血光，一团团血雾升腾而起，将他包裹其中。这是什么？中州之人盯着那血雾，满脸震惊。修炼这么多年，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能量，即便是隔着拟态空间屏障，也能感受到那邪恶的气息。龙舟众人眼中满是冷笑。 看向中州众人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上古血魔之气，龙与柔转头看向神色淡然的龙与圣。眉头微皱。他现在已经不太确定这家伙是来逼自己退位，或者是给叛军争取时间，还是来伺机破坏血魔封印的了。又或许，都有。随着血雾的涌动，那散发出来的气势也越来越强，无限的向武帝靠近。好强！ 他不会直接将实力提升至五帝境界吧？中州众人心中骇然，眼中充满了担忧。那小奶娃怎么还不动手？他们看向小奶娃，却发现他依旧淡定的吃着烤肉，喝着瘦奶，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要提前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楚心这会儿也在打量那血光，喃喃自语道：“这一幕，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我想想啊，对了，在魔州。” 花无情大坏蛋好像也这样过，最后变成了一个超级无敌丑的丑八怪，太恶心了！不行，不能让他出来，不然我会吐的。想及此处，为了不让自己刚吃下去的烤肉和兽奶吐出来，他最终决定提前动手，将吃光的烤肉骨头用力扔了出去。金色的神纹之力包裹，瞬息而至，轰隆一声撞击在那血雾之中，骨头之上蕴含的恐怖剑气顷刻间迸发。 将那团血雾冲击的支离破碎，噗！正在完成血魔变的龙舟天骄，突然被打断，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而原本脸上蔓延出的少许血纹也在快速的消散，气势也瞬间萎靡。怎么可能？那龙舟天骄满脸的难以置信。施展血魔变时，不仅有血雾守护，还有血光防御，无论是血雾和血光，都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力，几乎没有人可以将其攻破。 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被眼前这个熊孩子用一块刚啃完的骨头给击碎了，实在是难以接受。那熊孩子是怎么做到的？龙舟众天骄也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满脸不可思议。龙宇胜和他身后那三个半步武神皆是目光一闪，心中同时升起了杀心。这熊孩子必须死。而此时，你太空间中，楚心打量着那满脸震惊的龙舟天骄。 拍了拍自己的小胸口，满是庆幸的嘟囔道：“还好出手及时，没有完全变成那恶心的丑八怪，不然这今天吃的东西怕是全都要吐出来了。”众人闻言都很无语，这熊孩子考虑问题的角度与正常人完全不一样啊！正常人考虑的是那龙舟天骄的实力变化，可这熊孩子考虑的居然是美和丑！我跟你拼了！那龙舟天骄怒吼一声，腾空而起。 再次向楚心发动了攻击，楚心缓缓抬起雪白的小手，用一记强有力的巴掌，在他那本就已经血肉模糊的屁股上，给出了强烈的回应。那龙舟天骄惨叫一声，再次飞了出去。不等他落地，楚心便又追了上去，挥舞着小手狠狠地扇在他的屁股上，一边打，还一边气哼哼的嘟囔着：“你说你长的还挺好看的，为什魔非要变成那种恶心的丑八怪呢？” 哼，让你恶心我，把你屁股打得稀巴烂！观看的所有人都下意识的捂了捂自己的屁股，有种感同身受的错觉。龙与胜，再不认输，你们龙州的天骄就要死了！龙羽柔淡淡的提醒道。龙羽胜脸色有些难看，但还是开口道：“这一场，我们认输。”话音一落，擂台上的裁判立即宣布道：“中州天骄最爱受乃郡主胜。” 太好了，我们终于赢了一次，中州天骄们都兴奋不已。叶红雪和龙雨飞等人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只要赢一场，陛下就不用退位了。龙雨柔也再次转头看向龙宇胜说道：“既然我们赢了一场，这赌约也该结束了吧？”他想早点结束，将龙宇胜等人送走，以免夜长梦多，同时也有更多的精力去专心应对两州叛军。龙宇胜却摇头笑道。 不急，我与陛下的赌约的却是陛下赢了，陛下也不用退位。不过，龙州与中州的天骄大比可还没有结束呢。中州既有如此天骄，我龙州的天骄都想要与他切磋一下呢。第三百五十三章主心，你们一起上吧，我赶时间，请赐教。除龙少天外，余下八名龙州天骄都齐声高喊：“无耻！”苏清雨等人皆对他们怒目而视。 原本说好只要中州赢一场就算赢，没想到龙州之人居然还要纠缠，实在是可恶。不过，对方话说的好听，赌约认输，就是想和中州天骄切磋，他们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当然，对于这种切磋，陛下是完全可以拒绝的，还请陛下成全。龙羽胜起身，向龙羽柔微微一礼，而他身后的三名半步武神也纷纷起身。 身上那半神的威压若有若无的是放出来，顿时间，整个演武场的人都感觉呼吸一滞。可恶！苏青雨等人一边费力抵挡着威压，一边在心中大骂：“这些混蛋竟然用这种方式逼迫陛下，实在是可恶至极！”陛下小心！老玉等五大武帝纷纷出现在龙玉柔面前，想要替他抵挡这恐怖的威压。龙玉柔摆了摆手，让他们退下。随后，一枚金色的玉玺。 从他体内飞出，悬浮于头顶，迎一条气运金龙盘旋而出，将三名半步武神联手施展出来的威压隔绝。三名半步武神见女帝竟然能抵挡住他们的威压，顿时目光一冷，想要加大威压，却被龙宇胜挥手阻止。传国玉玺，龙宇胜看着那悬浮在空中的金色玉玺，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贪婪。只有拿到传国玉玺。 才能掌控九州龙脉和国运。到那时，他纵然只是巅峰武帝，也足以与一般的武神相抗衡。才能真正的将那三个从神界下来的半神收为己用。与此同时，那三个半神眼底深处同样闪烁着贪婪。他们虽然并非九州之人，但早已从血魔使者口中得知，要解救被镇压的上古血魔，就必须要拿到传国玉玺开启封印。 被镇压在九州的上古血魔，虽然实力并不是血魔族最强的，但身份比较特殊，乃是上古血魔皇之子。上古血魔皇的封印之地守卫太过强大，已经破封的这些上古血魔自然想要先救出上古血魔皇子，来统领破封而出的那些上古血魔。只有将所有破封而出的上古血魔凝聚起来，才能救出上古血魔皇。龙羽圣，你真当朕杀不了你？龙羽柔语气冰冷。 那头在他身边盘旋的气运金龙，也同样用冷厉的目光注视着龙与胜。那一刻，庞府整个帝国都在向他碾压而去，让他呼吸一滞，有些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传国玉玺吗？好强！龙与胜心中震撼，却贪婪更甚。周主印可以调动一周气运，可这传国玉玺是可以调动整个九州气运的，威力不可同日而语。嗡！三名半步武神。 向前踏出一步，强大的气势迸发而出，替龙与胜挡下了那股威压。他们身上萦绕着血光，竟然可以腐蚀气运之力。龙与柔瞳孔一缩，这气息和武神府镇压的上古血魔何其相似！这三人不是神界的什么？为何会有上古血魔之气？陛下自然可以杀臣，臣绝不反抗。龙与胜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但我这三个护卫比较轴，他们可不会听我的。 若是惹怒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不知道陛下有没有镇压他们的手段。对了，臣再提醒陛下一句，他们修炼的能量比较特殊，可以腐蚀气运之力。龙与柔眉头微微一皱，镇压这三个半神的手段自然有，那就是请出帝国的新守护神。可新守护神在镇压上古血魔，若是这龙与圣安排人伺机而动，等新守护神离开武神府后。 派人去破坏血魔封印，可就麻烦了。原本他以为龙与圣不知道上古血魔之事，可见到那三个半步武神身上的上古血魔之气后，他有些不确定了。女帝陛下，就在这时，回到擂台上的楚心一边喝着寿奶，一边奶声奶气的说道：“你不是说我联姻十场，让我们在皇室藏宝库里随便挑选宝物吗？你不会是怕我把你的宝库搬空，故意不让我继续打吧？区区一些宝物罢了。” 我还怕你搬空，你想打，那就打吧。”龙雨柔语气淡然的说道，随后挥手收回了传国玉玺。龙羽圣也挥了挥手，让那三名半神退了回来。他望着神色淡然的龙雨柔，心里也无法确定帝国是否真的已经有了新的守护神，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转头看向众龙周天骄，问道：“谁上去领教一下那位最爱受乃郡主的实力？” 众龙舟天骄顿时陷入了沉默，除了龙少天外，他们九人的实力都相差无几。那熊孩子能将同伴的屁股打烂，也一样可以把他们的屁股打烂。谁也不想上去丢人现眼。楚心喝了口兽奶，指着龙舟天骄，用呆萌的声音说道：“你们一起上吧。”他旋即着去皇室藏宝库取宝物呢，取完宝物还要想办法惹女帝陛下生气，然后把自己和弟弟关进天牢呢。 不能将时间浪费在这些大坏蛋身上。龙雨柔刚想阻止，便听龙羽盛抢先开口道：“好，这个要求十分合理，我们岂能不满足？都上去吧，好好领教一下中州天骄的实力。”是，周主。龙州天骄腾空而起，纷纷落在了演武场擂台之上。除了龙少天，楚心看了眼周围的八名龙州天骄，又转头看向擂台下静坐看戏的龙少天。 疑惑的问道：“大坏蛋，你不上来吗？对付你，他们足以。”龙少天冷哼一声说道：“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些人去消耗那熊孩子的能量，然后他再上台将其诛杀，一雪前耻。”他们可不够。楚心小声嘟哝了一句：“够不够？打了才知道。”八名龙州天骄怒不可遏，他们可都是半步武帝啊，而且都拥有血魔变神通。 八人联手，哪怕是普通的五帝也能一战。这中州熊孩子虽然实力强，但从之前的战斗中来看，并没有感应到任何规则之力的波动，应该并没有达到五帝的境界。只要没有到五帝，他们八人联手就足以获胜。行吧，那个大坏蛋不上就不上吧，不过是多打一场罢了，应该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楚心都农道，随后将奶瓶收进了须弥界中。 血魔变，比试还未开始，龙州八名天骄便直接施展出杀手锏，一团团血雾包裹，强大的气势荡漾开来，席卷整个演武场。第三百五十四章，姐姐最讨厌长的丑还出来吓她的人了，真无耻啊！中州众人无不破口大骂。比试还未开始，小奶娃自然不能提前攻击，这样就无法打断他们施展杀手锏。楚心一手拿着烤肉。 一手拿着奶瓶，小眉头微皱，显得有些纠结。他想多吃点，不然待会儿看到那些丑八怪后肯定吃不下去。可又怕吃太多，待会儿全吐了。他只知道自己能吃很多东西，并不清楚吃进去的东西会被神纹转化为神纹之力。唉，真难吧？他小声嘟哝了一句，随后举起烤肉一顿狂吃。吐了，总比吃不了强吧？先多吃点。 嗡！裁判手一挥，擂台上虚空荡漾，将楚心和八名龙舟天骄同时被传送进了拟态空间之中。不过，那八名龙舟天骄此刻已经全部完成了血魔变，身高足有一丈，手上拥有锋利的红色指甲，额头上有独角，强大的气势威压整个空间。这股气势已是武帝无疑。感受到从拟态空间传递出来的气息。 中州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这些半步武帝施展出血魔变之后，竟然真的提升到了武帝境界。那可是武帝啊，与半步武帝有着天壤之别。不，他们还不是武帝，没有大天劫降临，没有度过大天劫凝聚地区，只能称之为伪帝。但很快便有人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不错，没有度过大天劫，哪怕拥有武帝的修为。 也只能称之为伪帝，可即便是伪帝，那也不是半步武帝可比的。而且，八名伪帝联手，即便是遇到真正的武帝，也能一战。这小奶娃虽然实力强大，恐怕也并没有达到武帝境界吧？中州众人心中依旧充满了担忧，一起上！而此时，刚进入拟态空间中的八名龙州天骄，齐齐大喝一声，向楚星围杀而来。等一下！ 楚心闭着眼睛，奶声奶气的喊道：“等我吃完了这块烤肉再打，不然我睁开眼睛，看到你们那丑陋的样子，待会儿就吃不下去了。”八名龙舟，天骄齐齐一呆，在这拟态空间中，这熊孩子竟然还想着吃烤肉？他们相互看了看，同伴的脸上布满血纹，看上去是挺难看的，可也不至于到吃不下东西的程度吧？中州众人闻言也很无语。 这小祖宗的脑回路也太清奇了，总是能做出出,出乎意料之举。别管他，直接施展融合血玉。其中一名天骄沉声说道：“好。”其余七人齐齐点头。随后，众人快速掐动手诀，一团团血雾升腾而起，顷刻间形成八个血色圆球。下一刻，八个血色圆球相互撞击，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是无声无息的进行了融合。 嗡！巨大的血球顷刻将将楚心笼罩其中，强大而邪恶的气息蔓延开来。哪怕是在演武场观战的众人，都能感受到那血球内的强大气息。血域，这是法则领域？为何没有法则之力的波动？这邪恶强大的气息又是什么？中州众人皆皱着眉头，疑惑又震惊的看着那巨大的血色圆球。血球隔绝了视线。 而在拟态空间中，圣念和地念又无法渗透进去，哪怕是五帝也看不到里面的一切。八名伟帝施展出来的融合领域，必然强大无比。那小奶娃能坚持住吗？爱吃肉，龙雨飞满脸担忧，还时不时的看向主位上的龙宇柔，犹豫着要不要将两个小奶娃的身份告诉姐姐。那小奶娃虽然已经突破到了五帝，可面对拥有八重融合领域加持的八大伟帝。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思虑再三之后，他终究还是放弃了。如果现在告诉了姐姐，他在担忧孩子安危的情况下，很可能会直接认输，中断比试。这一场比试若是输了，那中州就连输十场了，与龙与圣的赌约就输了。难不成真要退位？爱吃肉已然是五帝境界，就算打不赢，也不至于被秒杀吧？等他打不赢的时候再认输也不迟。 叶红雪倒是见过血玉，在魔舟花无情曾经施展过，但其气势比这些尾帝施展出来的要弱上许多。更何况，这还是八个尾帝的融合血玉，威力更是恐怖至极。他心中同样充满了担忧。龙玉柔也皱着眉头，犹豫着要不要直接认输，中断比试。那熊孩子虽然之前气得自己差点七窍生烟，但那也不过是童言无忌罢了。如此天骄，若是折在这里。 是帝国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熊孩子若是死在这里，他背后那个一掌灭了十大武帝的老爹，怕是要将地都给劈没了。他转头看向龙雨飞，问道：“他是突破了吧？”龙雨飞点点头，说道：“突破了，那就好。就算打不赢，也不至于陨落吧？”龙雨柔小声说道：“爱烤肉，你不担心你姐姐？” 叶红雪看向依旧悠闲的吃着烤肉、喝着兽奶的楚尘，疑惑的问道：“为师魔要担心？”楚尘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也满是疑惑：“那可是八个伟帝啊，而且还有八重融合血玉加持，实力非常强的。”龙宇飞以为是这熊孩子不知道那八人的厉害，便解释道：“不就是八个丑八怪吗？”楚尘却毫不在意的摆了摆肉乎乎的小手，说道。 放心吧，他们那魔丑，肯定打不赢姐姐。龙雨柔、龙雨飞、叶红雪，以及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很是无语。丑不丑，跟实力强弱有关系吗？为石魔长的丑的人，就一定打不赢你姐姐？这是什么奇葩逻辑？楚尘看了你太空间内的血色圆球一眼，神秘兮兮的说道：“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姐姐最讨厌长的丑还出来乱跑下榻的人了。遇到这种人。” 姐姐的战斗力会暴涨，众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愕然，这又是什么逻辑？不过，眼见楚尘如此轻松，他们心中的担忧也少了几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吃完了。血色圆球内，时不时的传出楚心那奶声奶气的声音：“熊孩子，有重你别跑。”紧接着，八名伟帝的怒吼声此起彼伏的响起。都说了。 等我吃完了再打，你们非不听，我不跑，你们把我的烤肉弄脏了怎么办？楚心的声音再次响起。听到这，龙雨柔等人也微微松了口气，至少从目前来看，那小奶娃在里面听起来还是很轻松的。第三百五十五章把八大伟的屁股打烂了。好啦，我吃完了，你太空间。血色圆球内，楚心拍了拍油乎乎的小手，终于睁开了眼睛。 回头看向从四面八方向自己攻击而来的血线，都浓道：“又是这讨厌的东西，又是这些丑陋的家伙，真是恶心。”嗡，体内神纹闪烁，神纹金光透体而出，形成一个金色的小圆球，将它笼罩其中。嗤嗤，无数血线破空而来，撞击在那金光之上，顿时发出奇异声响，并化作黑烟消融。这是什么能量？ 竟然能消融血魔之气凝聚出来的血线，八名伟帝见状大为惊愕。自从他们在三名神的帮助下，将体内的真气转化为血魔之气之后，便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除了五帝的规则之力外，没有任何人能挡住这些血线的攻击。往往血线一出，便宣告着战斗结束。所有与他们战斗的对手，最终都被血线吞噬光精血和真气，沦为一具干尸。万万没想到。 在这中州，无往不利的血线竟然被挡住了，不，不是挡住，而是直接被那金光消融，就好似遇到了天敌一般。这一幕让他们心中第一次涌现出了恐惧。不要留手，此子必须死！有人大喝，语气无比阴沉。杀！众人齐声大喝，杀意滔天。若这熊孩子只是单纯的实力强，倒也没什么，最多不过输了比试罢了。 可这熊孩子的能量似乎天生克制他们体内的血魔之气。面对这样的存在，要魔离得远远的，要魔就不计一切代价将其诛杀。现在他们已经遇上了，自然就要选择后者。嗡！随着八大伟帝的手诀掐动，血色圆球开始剧烈震动起来。片刻后，一道道血色手印从四面八方碾压而来，封锁了所有的死角，无处躲避，只能硬接。 好像要比花无情那个丑八怪要厉害一点。楚心感受着那些血手印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圆溜溜的大眼睛眨了眨，小嘴轻声嘀咕。他举起油乎乎的小手，捏成剑指，奶声奶气的大喝一声：“万剑诛邪！”嗡。话音一落，无数道金色剑气从他体内升腾而起，密密麻麻的悬浮在头顶。去！他低喝一声，剑指一挥。 铺天盖地的金色剑气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去，穿透了那密密麻麻的血手印。凡是被金色剑气击中的血手印，都化作黑烟消散。该死！八大伟帝见状，无不低声咒骂起来。若是按照正常手段，这些血手印哪怕被击碎，也会重新化作血魔之气回归到血色圆球之中。可被这金色剑气击中的血手印，是直接被消融了，直接消失了。 并未回归血球，也就是说，在这一击过后，血域的总能量已经被削弱了。若是长此下去，血域的能量怕是会被这熊孩子给消耗殆尽。一般来说，施展出领域之人，会将没有领域之人的能量消耗殆尽。可他们现在遇到的这情况刚好相反，他们施展出了八重融合领域，却被没有施展领域的熊孩子消耗能量。这剧情的发展和他们想象中的。 完全不一样啊！速战速决，不能拖。有人沉声说道：“不要用血魔之气攻击了，对那熊孩子造不成威胁，直接杀过去。”有人提议：“好！”众人齐齐点头。随后，八大尾帝的身影隐匿于血球之中。下一刻，从楚心周围显现，挥舞着拥有锋利指甲的手爪，向楚心攻击而来。楚心却好似没有看见一般。 知识盯着他们那红色的指甲，好奇的问道：“你们这红色指甲也是吞噬修士精血来的？”哼！八大伟帝齐齐冷哼一声，没有理会。血色能量在指甲上流动，划破虚空，向楚心抓了过来。砰！八只巨爪落在那金光之上，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嗤嗤！一缕缕黑烟从八只巨爪之下冉冉升起。八大伟帝齐齐。 发出一声惨叫，触电般收回巨爪，纷纷后退。该死，那金光防御太强了！八大伟帝望着血肉模糊的手心，满脸的愤怒和忌惮。远程攻击和近战攻击都没用，这熊孩子实在是太难缠了。用杀招！有人沉声大喝，随后八人齐齐掐动手诀，念冻住咒语。嗡！下一刻，他们额头上的红色独角。 开始闪烁着邪恶的红色光芒，与此同时，血球上无数血魔之气受到牵引，纷纷向他们额头上的独角涌去。受到血球能量的加持，独角上的红光越来越盛，强大而邪恶的气息荡漾开来。这一招好像和花无情的有些不一样啊！楚心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望住八大伟帝额头上的独角，摸了摸下巴，陷入了沉思。轰！片刻后。 八道红色光柱激射而出，恐怖的威势将血球内的空间都轰出一条巨大的裂痕。破！八人齐声大喝。轰隆！八道红色光柱撞击在那金光之上，发出惊天巨响，恐怖的能量余波荡漾开来，将血球都震动的轰隆作响。金光附近的空间更是瞬间破碎，有虚空风暴若隐若现。可饶是如此。 楚心体外的那层神纹金光依旧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怎么可能？八大伟帝大为震惊，这可是他们最强大的杀招了，竟然还是无法攻破那层金光，这让他们难以置信，也感到无比的恐惧。这个熊孩子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其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真正的武帝境界，也许只有少主能与他一战了。可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 这熊孩子身上为何没有任何规则之力的波动？现在该我了吧？楚心咧嘴一笑，清澈的眼睛，干净的目光，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想要打屁股而已。咻<秀>，金光一闪，楚心已然消失在原地。小心！有人急声大喝。然而，他的提醒终究还是晚了。啪！只听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一名伟顿。 惨叫一声，飞了出去。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他屁股上的裤子破了个洞，洞里面是血肉模糊的屁股蛋子。走你！打完之后，楚星身体接连闪烁，相继出现在其他伪帝身后，一巴掌扇在他们的屁股上。他们想要躲避，可无论他们逃到哪里，楚星都会轻而易举的发现并追上来，狠狠的扇他们的屁股。在这血域之中，他们本来是可以瞬间出现在任何地方。 原本应该他们轻松拿捏这熊孩子才对，结果却偏偏相反，他们被这熊孩子给轻松拿捏了。轰隆！不知道过了多久，楚心过足瘾了，一剑破开了血色圆球，彻底结束了这场比试。血球消失后，众人看向拟态空间中趴在地上捂着屁股哀嚎的八大尾帝，又看向悬空而立用洗碗水洗手的小奶娃，全都呆住了。 这小奶娃竟然将八大伟帝的屁股打烂了，这也太残暴了！第三百五十六章：楚心，大坏蛋，你还有莲台可以吃馍，太好了，爱吃肉赢了！演武场内，苏青宇等中周天娇齐声欢呼，兴奋不已。熊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啊！李雨欣满是感慨的说道：“不久之前，他们在九州秘境中被这熊孩子打了屁股。” 虽然打的没有龙少天等人那么严重，但也一直记忆犹新。如今，他们作为观众，看着熊孩子将其他人的屁股打烂，感受又与之前完全不同。这熊孩子肯定已经突破到了五帝境界。木叶白有些震撼的说道：“五帝。”其他人也反应过来，能如此轻松的击败八大伪帝联手，不是五帝是什么？不到五岁的五帝，想想就头皮发麻。赢了。 龙宇飞和叶红雪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只不过他们相对于苏青雨等人来说比较稳重一些。龙卫统领老妪和其他中州武帝也微微松了口气，同时心中又充满了震惊。他们这些人曾经也都是各自时代的天骄，同样是不到二十岁就修炼到了武圣之境，可从武圣到武帝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这熊孩子，看上去还不到五岁，就算从娘胎开始修炼，也才修炼五年。 五年时间就修炼到武帝境界，这天赋实在是妖孽！不要说现在这个时代，即便是在上古时期，恐怕也绝无仅有。整个演武场内，只有楚晨依旧淡定的吃着烤肉，喝着瘦奶。对于这场比试的结果，他并不感到意外。姐姐能赢，那不是很正常吗？龙宇胜，你还不认输吗？龙宇柔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转头看向左手位的龙宇胜。 嘴角带着一丝笑容，淡淡的说道：“或者，我让那小家伙继续。”龙宇胜望住那八大伟帝的惨状，嘴角微微一抽，脸色也无比的阴沉。堂堂伟帝，龙州十大天骄，竟然被一个熊孩子打烂了屁股，简直是奇耻大辱。不过，就算继续下去，那八大伟帝也不可能反败为胜。这一场比试，我们认输。”龙宇胜沉声说道。 擂台上的裁判闻言，直接宣布了比试结果，并将楚心和八大武帝从拟态空间中传送出来。楚心下意识的拿出一块烤肉准备吃，但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八个丑八怪，顿时有些反胃，甚至连手中这块烤肉也看着有些恶心了。正巧感应到神官里沉睡的双头小猪已经醒来，便将他放出来，笑嘻嘻的说道：“小猪，看来你又有新的突破了，大姐很高兴。” 赏你一块烤肉，双头小猪两双狭长的猪眼顿时就亮了起来，一口咬住楚心递来的烤肉，一边吃，一边感激涕零地说道：“谢谢大姐，还是大姐对我最好了。”听到双头小猪说话，龙舟众人大为惊讶，这熊孩子竟然还有一头八阶宠兽，这也太离谱了吧？那当然，楚心微微一笑，将双头小猪提了起来，扔向了楚晨。 双头小猪被吓了一跳，在空中翻了个身，稳住身形，自己飞到了楚尘的肩膀上趴下，美美的吃起了烤肉。楚心又看向龙雨柔，问道：“女帝陛下，我这算是连赢九场了吧？”“自然。”龙雨柔点点头。耶，太好了！再赢一场就可以去皇室宝库随便挑选宝物了。楚心欢呼一声。 转头看向龙州天骄阵营中唯一没有上台的龙少天，奶声奶气的喊道：“大坏蛋，快上来！打完你的屁股，我要去选宝贝了。”龙少天脸色一沉：“这该死的熊孩子，说话还是那魔的气人。”少主小心，那熊孩子的金光可以消融我们的血魔之气。刚从擂台上下来的八大伟地中有人出声提醒：“消融血魔之气。”听闻此言，龙宇胜眉头一皱。 不可能，他身后那三个半步武神却齐齐出声。即便是在神界，众神的神力也只不过是能抵挡血魔之气罢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能量能消融血魔之气。千真万确，八大伟帝齐齐出声。若非如此，我们又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败下阵来？此子必须死！三个半步武神眼中迸发出可怕的杀意。别乱来，大局未重。 龙宇圣见状，连忙开口说道：“他是来试探的，不是来拼命的。经过之前的试探，他已经大致猜到帝国已经有了新的守护神，但因为某种原因，无法随意现身。但此时若是乱来，将那女帝逼急了，不顾一切的请出守护神，事态就有些麻烦了。”三个半步武神冷哼一声，死死地盯着擂台上的楚心，但也并没有轻举妄动。龙宇胜瞥了龙少天一眼。 龙少天心领神会，眼中露出一抹杀意。你太空间内杀了那熊孩子，即便是帝国守护神出来了也无话可说。两周天骄比试，死了之，能怪他技不如人。想来帝国守护神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现身。熊孩子，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猖狂。龙少天一步迈出，瞬间出现在擂台上，望着楚心，语气阴沉的说道：“楚心，歪着小脑袋打量着龙少天。” 好奇的问道：“大坏蛋，你上次那个白色的莲花，虽然味道没有上古神莲好吃，但比起其他上古宝物来说，味道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你还有墨。再给我来一朵。”听到这话，龙少天差点暴走。莲花，那是六品莲台，是地气，不是用来观赏的花。这该死的熊孩子，竟然还惦记着吃他的地气，简直不可饶恕！开始吧。 他转头看向裁判，沉声说道：“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拟态空间，将这该死的熊孩子碾死了。不，不能直接碾死，得先把他的屁股打烂，报昔日九州秘境内被打烂屁股之仇。等报完仇，再将这熊孩子碾死，方能解他的心头之恨。”那裁判却并没有立即开启拟态空间，而是转头看向了楚心，问道：“你已经接连进行了两场比试。” 可以休息一下，是否需要休息？他虽然是裁判，但也是中州武帝，自然是希望这小奶娃赢的。在他看来，小奶娃接连进行了两场比试，必然消耗了大量的能量，还是先休息一下最好。楚心摆了摆雪白的小手，说道：“爹爹说过，踩死几只蚂蚁是不用休息的，更何况我也没踩死蚂蚁，只是把他们屁股打烂了。踩死几只蚂蚁。” 龙州那九名天骄闻言，全都怒了。这该死的熊孩子竟然把他们当成那随时可以踩死的蚂蚁，实在是太侮辱人了。第三百五十七章：楚尘吃同样兽奶长大，差距这么大，笑死我了！这熊孩子真的是气死人不偿命啊！苏青雨看着龙州那九个双目喷火，却又一句话也不敢反驳的天骄，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熊孩子到来前，他们面对这九个天骄，可谓是九战九败，受尽了嘲讽和羞辱。如今，熊孩子仅用两场比试就击败了龙州九大天骄，不仅把他们的屁股打烂了，还气得他们七窍生烟。没有比这更爽的事。啧啧，你们看那九只蚂蚁，脸都变成猪肝色了，太难看了。别说，小奶娃说的没错，这些家伙真的是太丑了，看一眼就反胃。 恶心，想吐。木叶白等人也纷纷大笑起来，这几天受到的所有屈辱和怒火，此刻全都发泄了出来。噗！原本就怒不可遏的九人闻言，顿时怒火攻心，齐齐喷出一口鲜血。啧啧，气吐血了，这也太脆弱了吧？就是，我们之前被他们那么羞辱，都没有吐血，现在我们只是说了几句大实话，他们就气吐血了。唉。 这心境还有待提高啊！中州众天骄大为解气。龙羽柔看了脸色阴沉的龙羽盛一眼，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这几天龙州天骄对中州天骄疯狂嘲讽，他虽然没有任何表露，心中也是憋了一股火。如今形势完全反转，听到中州天骄对龙州天骄的嘲讽，心中自然舒坦至极。爹爹说过这话吗？只有楚晨一脸疑惑，认真的回想着。 却始终记不起来爹爹何时说过这话，我的记忆这么差吗？楚尘小声嘀咕。为什魔姐姐能记住爹爹那么多话，我就只能记住怎么烤肉，怎么练刀。随后，他拿起手中的奶瓶看了看，又嘟哝道：“都是吃一样的兽奶长大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二哥，你的兽奶是不是变质了呀？趴在肩膀上的双头小猪突然说了句：“变质。” 楚尘瞪着一双大眼睛看了看奶瓶里的兽奶，嘟哝道：“不可能啊，姐姐的兽奶和我一样的呀。”算了，不想了。姐姐比我大，记忆比我好，应该也是正常的吧？二哥，大姐比你大多少？”双头小猪好奇的问道。“爹爹说，大姐比我先出来两息的时间。”楚尘想了想，说道。双头小猪闻言，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就大两息的时间能算大？” 真不休息。此时，擂台上，裁判再次确认的问道：“在他看来，不管消耗的能量多与少，还是休息恢复一下最为稳妥。毕竟那龙少天可是真正的武帝。”“不用，爹爹说了，再大的蚂蚁也是蚂蚁，我们也能一脚踩死。如果踩不死，那就多踩两脚。”楚心一本正经的说道。众人闻言，再次无语。 龙少天可不是那八个伪帝，他是真正的五帝啊！而且，那八个伪帝都能施展血魔变，这龙少天肯定也可以。一个武帝施展血魔变，其实力又该是何等恐怖？哼！只会逞口舌之力的熊孩子，待会儿进了你太空间，我定要把你屁股打烂！”龙少天冷声说道。“那不行，除了爹爹，没有人可以打我的屁股。” 楚心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一脸认真的说道。说完又觉得不对，又补充了一句：“嗯，还有娘亲也可以。”不过，我觉得娘亲肯定不会打我屁股。龙少天深吸口气，和这熊孩子说话太累了，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他转头看向那裁判，沉声道：“为何还不开始？”好，裁判深深的看了楚星一眼，随后掐动法诀。 开启了拟态空间，将两人传送了进去。熊孩子，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将你给我的耻辱百倍、千倍奉还。刚进入拟态空间，龙少天便迫不及待的释放出自己的五帝威压，冷声说道：“知事莫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今日，我必将打烂你的屁股，一雪前耻。”嗡，强大的威压席卷整个拟态空间。 更有比之前那八大伪帝更加精纯、更加浓厚的血魔之力涌动，连拟态空间都在这可怕的威势之下微微震动起来。好强大的气势！演武场观战的中州之人脸上充满了震惊，尤其是那几个中州武帝，更加骇然，因为他们发现这龙少天虽然知是武帝初期，可散发出来的气势不比武帝中期弱，也就是说，他拥有越阶挑战的资格。 若是在施展出血魔变，怕是足以与武帝后期一战。不愧是昔日的九州第一天骄，天赋的确可怕。不知道那小奶娃这一战还能否抵挡？好像是比之前厉害了许多。楚心也有些惊讶，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又问道：“所以，你到底还有没有白莲花？”你，龙少天气节，我这情绪都烘托到这了，这该死的熊孩子居然还在关心。 有没有白莲花的问题？他抬手隔空一抓，龙玉的血魔之力汇聚成一只血魔巨爪，向楚心碾压而来。你不用白莲花作战吗？楚心又问道。该死的熊孩子，去死吧！龙少天怒喝，身体晃动，出现在不同的方位，同时双手接连挥舞，又凝聚出一只只血魔巨爪，从四面八方向楚心碾压而去。这熊孩子说话。 实在是太气人，再说下去，他怕自己会被活活气死，还是直接拍死算了。真的没有白莲花了呀？楚心有些失望。那白莲花味道虽然比不上上古神莲，但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还想抢来让弟弟煮汤呢，说不定味道会更好。剑指一挥，一道道金色剑气破空，撞击在那些碾压而来的血魔巨爪之上，轰隆之声不绝于耳。 同时，又有一股股黑烟冉冉升起，所有的血魔巨爪皆在那金色剑气之下消融，居然真的可以消融血魔之气！龙宇圣和那三个半步武神见状，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眼中杀意闪烁。这熊孩子修炼的什么能量？龙宇柔见状，脸上也露出一丝震惊。即便是武神的神力，都只能与血魔之气抗衡，还得加上他的龙脉之力和气运之力，才能将血魔镇压。 这熊孩子修炼的能量竟然可以直接消融血魔之气，若是带他去血魔封印，是否可以直接将那上古血魔灭了？不可能，很快，他便自我否定了。龙少天身上的血魔之气远不及武神府密室中的上古血魔之气精纯和强大，也不及那上古血魔释放出来的血魔之气雄厚。这熊孩子能消融龙少天的血魔之气，却不一定能消融武神府内的上古血魔之气。不过。 等着熊孩子修炼到武神境界，或许真的可以让他去试试。第三百五十八章龙与圣，陛下，你也不想那熊孩子出事吧？你太空间内，楚心望着龙少天，眨了眨大眼睛，问道：“大坏蛋，你不变成丑八怪吗？”“丑八怪？什么玩意？”龙少天一脸懵逼，愣了半响才反应过来，这熊孩子说的应该是血魔变吧。 他冷哼一声，说道：“对付你，还不需要施展血魔变，熊孩子，你不会真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吧？”楚心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摇头说道：“不不不，我可不是天下无敌，我爹爹才是天下无敌，我是天下第二。”大言不惭，龙少天自认为自己已经以前已经很狂了，可和这熊孩子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差太远了。血莲。 出！他怒喝一声，双手结印，祭出一枚血色的莲台。嗡！一圈圈邪恶阴冷的血魔之气在那莲台之上荡漾，震动虚空。八品血莲，这绝对是极品地气，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地气的范畴。想不到龙少天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本命法器。演武场内，苏清雨等人皆皱起了眉头，显得有些担忧。本命法器与其他法器不同。 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修士的实力。这龙少天原本的本命法器是六品白莲，不过在九州秘境中被那两个熊孩子给吃了。没想到才过去没多久，又弄了一件更加厉害的本命法器。不愧是龙州少主，底蕴不是一般的深厚啊！八品血莲。龙羽柔转头看向龙羽圣，美眸微微闪烁了一下。或许这八品血莲根本不是龙州之物，也可能是那三个来自神界的家伙带来的。 或者弄出来的，他又转头看向你太空间，目光落在了楚心身上，心中有些担忧。龙少天虽然只是初期武帝，可加上超越地气的本命法器，还有血魔变这样的神通，综合实力比起一些老牌的后期武帝也丝毫不差。这熊孩子能挡住吗？还说你没有莲花，这不是有吗？楚心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那八瓶血莲，满脸兴奋。 但随后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都浓道：“怎么是红色的呀？还挺好看的，就是这气息有点恶心，不太好下口啊，不好下口。”龙少天目光一愣：“这该死的熊孩子，竟然还想吃他的本命地气，简直可恶至极！你这该死的熊孩子，今日便让你为当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怒喝一声，双手再次结印，一股股血魔之力。 涌入八品血莲，嗡！随着血魔之力的涌入，那八品血莲之上竟是燃烧起旺盛的红色火焰。这火焰熊熊燃烧，却散发着阴冷的气息，非常古怪。血莲魔火，焚心噬魂。龙少天的声音再次响起，并且双手快速掐着手印，随后便见那八品血莲之上的红色火焰骤然间消失。下一刻，楚心的心口和头顶。 都升腾起一股红光，我这血莲魔火可以直接焚心和燃烧灵魂，只要心中有任何欲望，只要灵魂没有特殊的法器守护，就必然会被焚烧致死。除非，你能拥有远超于我的修为，凭借绝对的实力将其熄灭。但你最多也不过是五帝，还达不到这个条件。龙少天微微有些得意的说道，见到楚心心口和头顶的红光，他便知道。 此战基本上可以宣告结束了，直接焚烧心脏和灵魂。只要心中有欲望，灵魂没有法器守护，就必死无疑啊！守护灵魂的法器倒还好，可问题是，人怎么可能没有欲望？贪钱、贪权、变强等等都是欲望。这熊孩子或许没有这些欲望，可他好吃啊，这同样也是欲望。也就是说，只要中招者。 修为不超过龙少天一个大境界的人，岂不是必死无疑？听到这话，演武场上的众人顿时倒抽一口凉气，似乎不管怎么看，这次熊孩子都死定了。这可如何是好？中州众天交接，抓耳挠腮，实在是想不出这一招要如何抵挡。爱吃肉，不行就认输吧。龙雨飞和叶红雪豁然起身，眼睛死死地盯着楚心，心急如焚。血莲魔火。 在场的几个中州武帝也都皱起了眉头，眼中甚至露出了一抹忌惮。这一招让他们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在思考，若是换做他们，又该如何应对？龙宇圣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转头看向龙羽柔，说道：“陛下，真不好意思，这位中州天骄怕是要夭折了。”龙羽柔没有说话，神色依旧平淡，看不出喜怒。龙宇飞却忍不住反驳道。 夭折，大不了认输就是。认输，龙宇胜摇头一笑，说道：“那可就要让你们失望了。这一招一旦施展出来，就无法撤回。要魔那中州天骄将其熄灭，要魔就被血莲魔火烧成灰灰。不过，我看那中州天骄实力虽强，但还达不到以绝对实力压制血莲魔火的程度，陨落已成必然。即便是你们现在认输，将他放出来。” 凭你们中州这两个巅峰武帝，倒是有可能让那火焰熄灭，但绝不可能护他的心和灵魂完好无损。这重损伤是不可逆的，永远也没有办法修复的。闻言，龙宇飞等人全都陷入了沉默。当然，也不是没办法救他。龙宇胜语气一转，说道：“如果陛下能够退位，我倒是可以让我这三名护卫帮忙，以他们半步武神的实力，联手之下。”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陛下也不想让那熊孩子出事吧？又逼陛下退位，中州众人目光一冷，原以为赌约结束，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这龙宇胜竟然在这里等着。龙宇飞转头看向了龙宇柔，犹豫着要不要将那小奶娃的身份告诉姐姐。他很清楚，一旦姐姐知道了小奶娃的身份，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同意龙宇胜的条件。可一旦姐姐同意退位，那一切都没了。 以龙羽胜的性格，上位后又岂会放过姐姐和她的孩子？龙羽柔眉头微皱，望向拟态空间中的楚心，沉思片刻后说道：“退位也并非不可，但需得到帝国守护神的同意。”他的想法很简单：先退位保下那熊孩子，到时候再借助熊孩子背后的势力将帝位夺回来。帝国守护神，龙羽胜眼睛微眯，帝国果然有了新的守护神。西，这火焰。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就在这时，你太空间中响起了楚心那稚嫩的声音。众人转头看去，却见他心口和头顶的红光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直至熄灭。第三百五十九章上古神通，神魔法相，这怎么可能？看到这一幕，龙少天顿时瞪大眼睛，大张住嘴巴，满脸的难以置信。哪怕是巅峰武帝中了我这一招。 想要将其熄灭，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你怎么可能瞬间将我的血莲魔火熄灭？被我吃了呀！楚心笑嘻嘻地说道。是。龙少天目光一沉，这熊孩子是把他当傻子呢。然而他并不知道，楚心其实并没有说谎。这些血莲魔火一进入他的体内，就会被神纹当作能量直接吞噬，根本不可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即便是那些攻击灵魂的血莲魔火。 也同样在第一时间被头部的神纹所吞噬，转化成了最精纯的神纹之力。如果是从外面攻击，对他的威胁还更大一点；从身体里面攻击的手段，对他根本没用。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进入他的体内，就会被神纹直接吞噬转化，根本不可能有伤害他的机会。还有没有？多来点！楚心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笑嘻嘻地说道。 这些邪恶阴冷的能量好像效果还不错，能给他增加不少的神文之力呢。如果足够多的话，或许还能让他的实力有所提升呢。哼！龙少天冷哼一声，语气阴冷的说道：“我倒要看看你呢，吃多少？”他不相信这熊孩子真的是将血莲魔火给吃了，肯定是用了什么神秘的手段，或者某种强大的宝物将血莲魔火镇压了。不管是什么手段。 肯定是需要修士来操控的，越强大的宝物，需要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能镇压血莲魔火的宝物，必然是神器，而且还是那种威力非常强大的神器。要操控这样的神器，以这熊孩子的修为，应该坚持不了多久。血莲魔火，他再次大喝一声，又快速掐动手印，很快便见到楚心的心口和头顶再次闪烁起耀眼的红光，这一次比之前的红光更加旺盛。 威力显然更大，然而，不等龙少天高兴，便见那两处的红光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熄灭了。真好，再多来点！楚心突闪着大眼睛，一脸兴奋的说道：“该死的熊孩子，这不可能！”龙少天眼神无比阴沉，满脸的不可置信和疯狂。血莲魔火可是他最得意的杀手锏之一，本以为即便杀不了这熊孩子。 至少也能让他遭受重创，可万万没想到，这让他引以为豪的手段，竟然没有对那熊孩子造成任何损伤。如此结果，让他难以接受。大坏蛋，继续啊，再多来点！楚心迫不及待的催促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兴奋。若是让他去吃这重阴冷邪恶的宝物，肯定是下不去口的。但这些能量直接出现在体内，被神纹吞噬。 也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哼！龙少天再次冷哼一声，双手快速结印，身上一条条血纹浮现，气势急剧攀升。唉，楚心微微一叹，奶声奶气的说道：“大坏蛋，你终究还是变成了丑八怪啊！今日，我定要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龙少天语气阴冷的说道，同时在周围布下了重重手段，防止那熊孩子攻击打断自己。 毕竟第一场战斗，这熊孩子就用一根骨头破开了那名龙舟天骄的护体血光。虽然龙少天已经是武帝，护体血光比那龙舟天骄要强大的多，但以防万一，他还是布下了无数防御手段，什么防护罩，什么防御型法器，统统都用了出来。然而这一次，楚心却并没有去打断，只是静静的看着龙少天，笑嘻嘻的说道：“正好，我刚突破。” 有一个新的神通，就拿你试试威力。说罢，楚心雪白的小手快速掐动手印，嗡<问>，在他背后，一个巨大无比的身影从地下缓缓升腾而起，立在他的身后。那身影足有三丈高，浑身散发出金光，看模样与他一般无二，手上拿着一柄放大版的金色斩天剑，身上萦绕着恐怖的剑意。这是什么神通？演武场外。 所有天骄都目瞪口呆的望着那巨大无比的身影，完全反应不过来。他们都是龙州和中州的天之骄子，几乎都来自圣地，认识许多的神通，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龙羽柔转头看了眼龙宇飞，似乎在问这是什么神通。龙宇飞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心里也很震惊，这神通见所未见，但那恐怖的气势带给他无与伦比的震慑力。叶红雪更不用说。 知识巅峰武圣的他，感受比龙宇飞更加深刻。这就是姐姐说的，突破之后的新能力，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楚尘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嘟哝道：“我也得快点突破了。这魔大的家伙，用来烤肉多方便啊！”烤肉。听到他的声音，一旁原本还处于震惊中的龙宇飞和叶红雪，顿时齐齐翻了个白眼。这熊孩子的脑回路真的是太清奇了。 居然想用这魔强大的神通来烤肉，简直是无语！这不是九州修士的神通。左手位上，龙羽盛看了龙羽柔一眼，眉头紧锁，心中隐约有些不安。作为巅峰武帝，他对九州的神通比那些天骄更为了解。可任凭他想破头，也想不出这是何种神通。这怎么可能？他身后那三个半步武神却同时惊呼出声，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和震撼。 龙羽胜转头看向三人，问道：“你们知道这神通？”其中一人点点头，语气无比震惊：“此乃神魔法相，即便是在上古时期，能拥有这种神通的神也没几个。这熊孩子之不过是其中一个下界的天骄，怎么可能会这众神通？上古神通，还是上古时期都莫迹个神会的神通？”龙羽胜张大嘴，满脸呆滞：“这一个小屁孩！”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神通？这一刻，他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这熊孩子莫非是某位上古大神转世？上古时期，女性大神没几个，他们的去处在神界不是秘密，并没有人转世到这九州大陆来啊！其他两名半步武神也死死的盯着拟态空间内的楚心，喃喃自语，眼中满是骇然。不管他是何来历，必须死！ 先前说话的那名半步武神眼中闪烁着无限的杀意，不错，必须杀了他。另外一人也点了点头。这熊孩子不仅有能消融血魔之气的神秘能量，还会神魔法向这众上古神通，留之必为祸患。不过，龙少天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最后一人望着你太空间内，逐渐完成血魔变的龙少天，微微一叹，说道：“龙宇圣闻言。” 眉头皱得更深了，抱着一丝侥幸的问道：“天儿施展血魔变，加上八品血莲，至少相当于五帝后期的实力，即便是五帝巅峰也能一战。那熊孩子的神魔法相真有那么厉害？你看看就知道了。”那人摇摇头，没有多说。龙羽胜见状，也转头看向了拟态空间。此刻，楚心和龙少天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神通，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第三百六十章。 血佛龙少天，完成血魔变的龙少天，身高一丈，额生独角，双手变成了巨大的利爪，全身血红色的肌肉高高隆起，脸上布满血纹，瞳孔血红，不见一丝情感，冷漠而嗜血。血狱，他怒吼一声，巨大的利爪一挥，一团血雾迅速向四周扩散，将楚心笼罩其中。不过，他依旧没有停下。 双手还在快速掐动手诀，容。片刻后，他再次大喝一声，便见那巨大无比的血色圆球迅速回收，全部没入了龙少天体内。咔嚓！随后，他的体型再次暴涨一倍，达到了六丈之高，气势再次攀升。四，好恐怖的气势，已经超越了武帝后期，恐怕已经无限接近于武帝巅峰了。想不到这血玉。 居然还能与他的身体融合，实在是匪夷所思。那熊孩子能抵挡住吗？中州和龙州的天骄都死死的盯着你太空间，心里都很紧张。他们并不知道楚心的神通，也不知道这神通威力如何。只是光从气势上来判断的话，两个都很犟。具体谁更犟，他们还真判断不出来。而且，很多时候气势并不代表一切，气势强。 不一定实力就强，否则双方交战直接比拼气势就行了，也不用打了。呀，原来真的还能变得更丑啊！楚心瞪大眼睛，满脸惊讶。之前在魔舟第一次见到花无情变丑之后，他就以为这已经是世界上最丑的了，没想到居然还有更丑的。熊孩子，休要逞口舌之力！龙少天沉声大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雄厚，却也更加阴冷。 更加冷漠，受死吧！他庞大的体型冲出，却顷刻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出现在了楚心面前。锋利的爪子照着楚心的脸抓来，邪恶阴冷的血魔之力在指甲上流转，划破了虚空，连虚空风暴在这阴冷邪恶的血魔之力下也短暂的停止了转动。楚心用雪白的小手挡在身前，身后那巨大无比的神魔法像也将那巨大无比的金光巨手伸到了前方。 硕大的手掌完全遮住了楚心那小小的身体，砰！血红色的利爪抓在金光巨手之上，发出一声巨响，恐怖的能量余波向四周荡漾开来，周围的虚空就如同镜子般层层破碎。滋滋，一缕缕黑烟从接触之地升腾而起，那血色利爪触电般收了回去。大坏蛋，想画花我的脸？楚心气鼓鼓的说道，雪白的小手隔空一挥。 如同扇苍蝇一般，身后巨大的神魔法箱同样挥舞着金光巨手扇了出去。金光巨手巨大无比，看上去动作很迟缓，可只是片刻间便已经落在了龙少天身上。这四慢十块的攻击让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金光巨手狠狠的拍在龙少天身上，那足有两丈高的庞大身躯如同流星一般向远方击射，撞击在一座巨大的山峰之上，轰隆。 山峰坍塌，尘土飞扬，碎石漫天飞。大坏蛋，我拍死你！楚心身体一晃，出现在了那山峰废墟之上，身后神魔法像紧紧相随。随着他雪白的小手虚空按下，金光巨手也轰然落下。隐约间，似乎有一朵巨大无比的血色莲台在那废墟之中想要升腾而起。然而，不等那血色莲台升起，又是轰隆一声。 金光巨手落下，山峰废墟处的地面瞬间塌陷，出现一个巨手印，拍死你！楚心还是不解气，又接连隔空拍出几掌，金光巨手一次次落在相同的位置，轰隆之声不绝于耳，那巨手印一次次下沉，到最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手深渊。四，这熊孩子也太犟了吧！那熊孩子不会把龙少天直接给拍死了吧？在这样的攻击下。 谁受得了？演武场外，众天骄皆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昔日的九州第一天骄啊，在二次血魔变的加持下，实力足以堪比武帝后期，竟然在这熊孩子手上毫无还手之力，太可怕了！唉，这孩子，攻击哪里不好，非要去攻击姐姐的脸，活该被揍！楚尘摇头晃脑，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神情。想当初。 他不小心把姐姐的脸弄伤，留下一条指甲缝那磨点的痕迹，可是被姐姐追了十天十夜，最后还是没逃脱小屁屁被暴揍的下场。要不是爹爹说有办法给他脸治好，而且不留疤，姐姐估计得再打上十天十夜。现在想起来，他依旧头皮发麻。楚尘一边喝着兽奶，一边小声嘟哝：“这大坏蛋，那磨长的爪子，要是抓下去，姐姐脸上得留下多长的痕迹啊？” 不生气才怪呢！天儿，左手位，龙宇胜也豁然起身，紧握双拳，眼睛死死地盯着你太空间。龙羽柔转头看向他，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问道：“龙宇胜，你还不认输吗？再打下去，他真的会死。其实他并不希望那熊孩子真把龙少天打死，一旦把龙宇胜逼急了，很可能会真的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那三个半步武神实力太强，帝国根本挡不住。更何况，此时云州和火州叛军正在攻打中州，他也没工夫在这和龙羽胜纠缠。龙羽胜盯着拟态空间看了片刻，嘴唇微动，正准备认输，便见一道红光从那废墟中激射而出，震开了金光巨手。见状，他冷哼一声，重新坐下，淡淡的说道：“陛下，战斗还未结束。” 谁输谁赢还犹未可知，龙雨柔没有说什么，也转头看向了你太空间。该死的熊孩子，我要杀了你！你太空间内，那片废墟之下，一道巨大的身影腾空而起，悬浮于半空之中。众人定睛一看，只见六丈高的龙少天盘坐于巨大的血色莲台之上。此刻的龙少天，虽然通体血红，依旧散发着阴冷邪恶的气息。 可他的神情却饱向庄严，原本冷漠的血红色双眼，此刻却露出了悲悯众生的慈祥，身后更浮现出了一圈血色的光环，光环之上闪烁着杀戮、毁灭的气息。血佛，那三个半步武神再次露出了惊讶之色。血佛，这是什么神通？龙羽胜皱眉问道。其中一个半步武神解释道：“在上古神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血佛。” 他修的是上古血魔一族的血魔之力，悟的是上古佛，他将血魔之力与佛法结合，成为了第一尊血佛，并且以一己之力杀的神界众佛几乎死伤殆尽，是上古血魔族最强大的战力之一，实力非常强。如此说来，我儿此番能诛杀那熊孩子了。龙宇圣对神界之事，对上古之事自然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但听此人的解释，便能知晓。 这血佛必然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不好说。另外一名半步武神却摇了摇头，那熊孩子的神魔法相同样强大，而且他的能量天生克制血魔之力，这一战胜负依旧难料。